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L 哈垂直这条直线，而且这条直线的 X 截距跟 Y 截距乘积是6，那么这一条直线呢为何？它是怎么做哈？这条直线跟它是垂直的话，我可以设这条直线是6X 加 Y 等于 K 啊。然后 X 截距跟 Y 截距乘积是6的话，我可以把它写成截距4。写成截距4的话是 X 哈除以多少呢？这个是6分之 K， 它加多少呢 ？K 分之 Y 等于1。X 截距乘以 Y 截距是6，也就是说6分之 K 乘以 K 哈，这等于6，所以 K 平方哈是等于36，6的平方啊。那这样子的话呢 ，K 哈就等于正负6。好，那把它带进去以后，我就可以得到哈，6X 呢加 Y， 如果是正 K 的话。如果正6的话，就减6等于0，或者6X加 Y。如果 K 是负6的话，移过去就变成加6等于0。有两个解。